麦霸点准时更新，我是贞子。横版动作游戏《香缇与亲魔女》将于明日正式在 Steam 上解锁发售，暂不支持中文。擅长肚皮舞的香缇将在本作中结交全新的半精灵朋友，展开欢乐刺激的热带探险。游戏地图囊括了陆地与海底等多种地形，除了使用普通的头发攻击外，玩家还可以利用全新的融合魔法变成相应的野兽形态，发动特殊技能。肚皮舞呢也被赋予了更多功能，可以用来启动机关或者恢复生命值。此外，本作还加入了诸如吃豆人等多种小游戏，玩家可解锁相应的魔法项目。免费多人横版格斗游戏《英灵乱战》第一赛季战斗通行证已正式开启，售价42元，有效期12周。通行证提供了一个名叫恶魔岛的新区域，并包含独家皮肤装饰、新英雄与技能，完成游戏本体中相应任务即可解锁。玩家还可游玩新添加的3v3夺旗模式，在偷走敌方旗帜的时候需要保护己方旗帜，率先获取3分即获胜。英灵战乱是由育碧收购来的免费格斗竞技游戏，包含些许 RPG 元素，玩家可以升级、强化装备以及下副本，其主要战斗方式为轻击、重击和防御，并辅以8个不同方向的判定。玩家还可搭配主副武器，使出多种攻击招式。遗憾的是，游戏匹配机制做得较差，并且育碧祖传的土豆服务器也容易让人心塞。气球塔防6已完成18.0版本更新，新版本加入了全新的水上英雄布里克尔海军上将、2张全新地图、专家难度的水烟谷和终极难度的骑士，以及2种全新的猴子知识：银行存款和左右开弓。前者可以通过向银行投资启动银行，后者可以在扔回旋镖时交换左右手。与此同时，新版本还添加了玩家成就记录的展示分享功能，玩家现可通过主菜单中的新头像查看个人资料，并能够自由选择7种信息向他人展示。此外，新版本对部分技能和猴子属性做了平衡性修改，修复了一些 bug， 提升稳定性。侦探推理类的犯罪演出游戏《凶手不是我》在近日更新了最新 DLC《北山客栈》，售价5元。该扩展内容含有3个连续案件，案件背景发生在明朝的故事。玩家将是关外一家客栈的掌柜，突然客栈里来了几个奇怪的客人，其中一人离奇死亡，你需要抽丝剥茧找出凶手。与 DLC 玩法不同的是，游戏本体的玩法其实是玩家是凶手，作案前要定制计划，制造不在场证明，选择合适的伤害手段，处理现场和凶器，以达到掩盖自身嫌疑的目的。而在破案过程中，警方会对嫌疑人进行逐一排查，询问不在场证明，调查嫌疑人常住地点，而玩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完美作案。另外，游戏还支持案件编辑器功能，玩家可以自己提供美术素材和案件脚本来制作案件 MOD。 叙事卡牌游戏《异教徒模拟器》今日推出了全新 DLC《流放者》，售价37元，暂不支持中文。新 DLC 背景设定在1925年的欧洲，在一个看不见的地下世界里，清算者帮众运送着包括活人等珍贵的商品。玩家作为帮派的一员，在背叛帮派后遭到追杀，玩家既可以选择消失在迷雾中开启新生活，也可以尝试反抗去粉碎现有规则。此外，为庆祝即将到来的2周年纪念日，在6月1日前，玩家均可免费游玩本作。游戏本体目前也开启了新史迪促销，35元，较上次史迪降价7元，其余一些 DLC 也有6-7折左右的折扣。反乌托邦解密游戏《奥威尔注视着你》迎来了新史迪，7元，较上次史迪降价2元。本作中有一种名叫奥威尔的政府安全程序，它可以入侵公民的私人电脑，监听聊天通讯，阅读私人邮件，查看社交媒体动态。玩家则在游戏里扮演经过千挑万选而入围的调查员，使用强大的奥威尔去调查震动全国的恐怖袭击事件，在纷繁杂乱的数字信息里推理谜题，从中找出一系列恐怖袭击的幕后主使。游戏整体流程较短，解密难度不高，许多线索呢都有高亮处理，方便玩家寻找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访问 YXCCG， 售卖75折充值卡和高折扣 CDK 的微店和微。